家好，我是天地音乐平台的主播文文。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国庆节假期愉快。从今日起，我们天地音乐平台将会推出跟着音乐去旅行的系列视频。我们会用音乐带领大家体会不同的地区朝代的音乐风格。记得关注我们哦。每个人都有一份关于家乡的欠缺回忆，记忆入面有父母的叮咛，长满青苔的小路，和那个永不服输的自己。本期的带着音乐去旅行，带领大家回忆心目中的家乡，希望你在出发的同时不要忘记常回家看看。有你在大街和楼房，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游离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。今日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期见啦，拜拜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